见得移将大饼上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感谢你，不管昨昏看见你所想事地上的事，也今仔日我来等侬平安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服侍。主求你的心，求你的心，甲阮三个弟弟，保守阮正常的姊妹。我阮拢通谦卑伫你面前来领受主你的话，甲你的祝福。我咱的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伫大约十年前，我捌拄到一个人，伊甲我讲伊咧写博士论文，啊，伊的论文是咧研究台湾400年的历史。啊，伊甲我讲，伊咧研究台湾400年的历史。是要用信仰的角度来研究。伊讲，伊会写这个题目的原因，是因为真侪人咧研究台湾400年史，啊，有个人是对政治来看，啊，400年前荷兰统治台湾，啊，然后啊，陈成功甲这荷兰人赶走，啊，所以最近有真侪人啊，真受气这个代志，讲你陈成功无咧无一间荷兰人赶走要从啥？荷兰即马是真成熟的一个民主国家。啊！你若卖甲赶走台湾，今仔日可能会甲遮尔正乱。啊，这是一个政治历史，有人用政治来看。啊，嘛有人用经济的历史来咧看啊，台湾400年史。啊，400年前安怎？啊，今仔日安怎？啊，搁较侪人是用作文来咧研究这个台湾400年史。啊，古早长山公啊来到伫这个台湾，啊，因通常无带长山马来。长山妈是甚物人？长山妈是台湾原住民，啊，特别是白埔族，伊遮个人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个所有台湾人，绝大部分都有透着原住民的血统，啊，特别是白埔族的血统。啊，这个平地人即马来到这个海边了，就甲这个住伫平原的白埔族，煞去到伫这个啊较远山的所在，啊，这白埔族才甲原来原住民啊，甲客气去到伫山顶所在。啊，所以即马原住民住伫山顶，平埔啊，平地人住伫平原，啊，平埔族去住伫平中个所在，啊，其实当时平埔族是住伫平原，啊，原住民是住伫即个较山下个所在，啊，有人用即个作文，啊，来咧研究即个台湾个400年史，啊，即、這个人伊就是讲，咱所看到遮个拢是事实啊，政治、经济啊、教育啊，即、這个作文啊，是讲甚至是文书，啊，用即个角度来研究台湾400年史。啊，这不是不对。不过，这个台湾伊会安尼，荷兰人会来到伫台湾，啊，陈成功甲赶走，啊，这个经济会安尼走，啊，这个作文会安尼走，这吼不是偶然，不是偶然，背后实在是上帝在引带整个台湾的历史。啊，所以讲伊要欠遮个代志方便来讲起信用，这个信用。上帝安怎引出台湾的400年史，伊要来写一篇的论文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小说，伊咧探讨一个问题：以色列人伫耶稣降生以前，特别甲人讲是安怎的灭亡？是安怎因为个国家会转武器啊？会灭亡啊？去予巴比伦啊，甲征服、甲吃去，啊，吃做巴比伦帝国内面的一个死啊，太难了。有人是对政治甲军事的角度来咧看这个问题，讲这巴比伦太强，这伫人类历史的中间，巴比伦是出名的强国，真强的一个国家，啊，伊的军事特别强，啊，所以吼，你若去拄到巴比伦吼，这无人会活啦，啊，所以当时犹太这个以色列人灭亡，啊，都唔是干伊人，这个巴比伦所造灭的国家，唔知几百个、几千个，啊，这以色列人是伊用这个。用正义的角度来看，是安尼说。啊，所以吼，这唔免讲什么款的唔嘛，这巴比伦较强，啊，后壁迄波斯比佫较强。啊，所以吼，若用正义甲军事的角度来看，这拢唔免佫再讲唔嘛。也个圣经，圣经伊就是除了这个正义，除了军事以外，伊要用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代志。巴比伦是安怎起来？巴比伦是安怎当来征服这以色列人，予以色列人太无辜，啊，这个上帝百姓太去予一个外邦的国家改造的，
欲用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。伊认为讲，巴比伦的兴起是要真侪上帝手中之杆啊，亲像一支锤啊，啊，古早啊，爸爸妈妈有可能用这个锤啊来教伊囝。啊，这个巴比伦是亲像上帝手中的一支锤啊，一支杆啊，迄支样。啊，这个人民哦，无乖。啊！这人民无管上帝，啊，一直找神，一直改变改，一直改变改，一直改变改，啊，一无改变改。所以到最后，无法度上帝，一支锤啊，无讲的伊袂使一人，所以用巴比伦来造灭以色列，予伊伫极度的痛痛的中间，化的悔改安尼。啊，这是神的用信仰的角度来咧看这个代志。啊，如果若是用信仰角度来看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啊！安尼生一个以色列的国家的和气，是出于上帝做。啊，咱会想讲，啊，上帝太做这种代志。不过，咱若是把这个代志看作是上帝作为的时阵，结果的确是一个困难。上帝若会予以色列亡国，上帝就无法度予以色列复国。上帝若无法度予巴比伦起来，上帝就无法度予巴比伦搁再锐气。咱若纯粹用政治甲军事甲角度来看，其实都无毋嘛。啊，即巴比伦则强，后壁迄个波斯佫较强，啊，袂难做。啊，若要买军火，啊，用佫较侪军队，是用安尼啊方式，咱看落都无啥物困难。毋过，咱是用甲角度来看，若所有拢出伫上帝的时，灭亡出伫上帝，巴比伦起来是出伫上帝的时，安尼上帝伊就有法度甲伊颠倒顶。伊都有法度甲埃及人都灭，互巴比伦灭去，互波斯灭去，互以色列不复国。那出伫上帝，这都唔同啦。啊，所以先知伊是用这个信仰的角度来咧看这段历史，啊，结果就非常不简单。所以咱来看第一章甲第二章，第一章甲第二章咧甲咱讲安慰，上帝讲吼，你去安慰我百姓，你就去甲伊安慰。因为吼，交战已经煞，你们做已经得到赦免。因灭亡，互人掠去巴比伦，经过哈尼真侪十年，真侪人已经失去希望。上帝叫先知甲以色列百姓讲，公平宽容，一切出自上帝。啊，你这段的期间受掠去巴比伦，这是出自上帝的刑罚的时阵，安尼说，这个刑罚已经尽了。上帝跟发有基督的五十年，完了，起码要放下一年，要让恁倒转去。啊，所以恁有毋捌？用同款这个信息，咱来看台湾。台湾伫去年啊，总统选举结束了后，真侪人对台湾非常无毋捌。啊，特别一年来这段时啊，对。特色的这边在看台湾的这个代志，因前面讲看台湾有甲款的生态吼，哦，或者真歹，是嘞。有一阵吼，会叫中国骗，啊，所以大家人感觉讲，哦，或者重点台湾，大概无用啊，大概无用啊。咱若是纯粹用军事来看，啊，真正是真难用啊。台湾毋知要安怎去甲中国拍，即摆有当时啊，参美国在甲中国拍有真拍，因为吼，迄个台湾这个所在吼。美国太远，啊，离中国太近，啊，所以咱知影讲，这军队要交战吼，这距离真要紧，这距离真要紧，这后期补给真要紧。你伫厝内战吼，日本拍到尾来，全无人去，是因为伊战术优秀啦，伊根本都补给袂到。德国嘛，小声讲，拍到对非洲去，伊头拍一个船头拍，拍到尾拢无人去，是因为战术优秀啦。台湾离美国真。咱家坐飞机无代无志，啊，坐到飞机顶过看电视，都爱十几点钟才会到。你像讲中间，啊，中国人派一个航空母舰伫遐甲你顶面，还是派一个什么伫遐甲你炸的时阵，你看美国军队要飞来甲台湾来保护。啊，台湾离中国蛮在台湾海边，伊战斗机飞了十几分钟就到伊啊。啊，所以吼，真侪人啊用军事来讲，啊，这些吼歹看啊，啊，这不知要安怎。啊，那用政治来看，用军事来看，用经济来看，都较清楚。台湾即马就差不多所有的经济、所有的产业。